你们真正需要的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，连长已经给你们机会了，让你们一直跟着三连走，瞒着你们，就是希望有一天你们自己能站起来。二瓜，其实这事我早就知道了。老邱，你知道啊？哎，你知道不告诉我们？我告诉你们有用吗？二瓜，班长看错我们，我们几个就是抹不上墙的烂泥。 班长对你们寄希望，然后失望；连长对你们寄希望，然后失望。我对你们寄希望，然后失望。但是有一点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哼，小子，你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就要凭我一个人把你们的魂喊回来。只要你们一天还是红军，一天还盯军令，我就要拖着你们走，拖到你们站起来为止。你凭什么呀？凭我相信我可以。哼，我跟连长争取到了最后留下来的机会。 愣着干嘛？走吧，老邱。瞎子，傻子，老邱，我跟你说，别跟着我们啊！我腿长我身上了，我愿意往哪儿走往哪儿走。老叶呀，人家给个台阶，咱们就下了吧。什么台阶啊？你看，那不是你左手开枪救的老邱和二光吗？ 我开枪怎么了？我开枪怎么了？啊，不是什么意思？你们三个真跟着小子穿一条裤子啊？傻子，跟他俩一样啊？你别看我呀，我还能打，你那手都废了，你那……我手怎么了？我们是怕你，怕你上了战场吓得又尿裤子。我是不是尿过裤子？哎呀，傻子，你真的尿过？我没尿过。 上次我帮你洗的忘了，我就是没尿过。傻子，没尿过，行了吧？那我倒尿我没有啊？你傻子，来，不要着急啊，好好的研究研究到底尿没尿过。对，傻子，你好好研究研究吧啊！笑我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在咱们四个中间，这伤最轻了，是不是？你看瞎子看不见，那老邱那腿谁看不见啊？谁看不见了？ 我眼睛比你好，特别是戴上眼镜。哎呀，好了，都别再拿别人说事儿了。其实你们心里都不想走，对不对？二光，走吧。去哪里啊？回去。回去。没尿过。 等会儿我。听着。 您的任务是带着这几个伤员赶到水市镇，把他们交给给养连，然后和给养连的同志一起前往道县。我们会在道县以东的白芒铺等你们，一连会派出一个班配合你们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连长，谢谢了。谢我干什么？你们几个啊，应该谢的是二光，是他坚持让我给你们机会。连里现在缺人手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的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。一步一个脚印，只要新三连在。 老三连的活走到再远，也会回来的。哎，小子，轮不到你替我们表态啊！这次比我还最强啊！老叶啊，那你就来表个态吧。连长，现在二光相信我们，我希望你也能够相信我们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活着回来，趁着这条命，试一试吧。要拼命，也要活下来。 我希望你们几个有一天能够站在我面前，大声的对我喊：“我能行！”一定会有那一天的。二光啊，打到现在，三连再也经不起任何的损耗了。尤其是现在，我们要不分昼夜的赶往湘江，过不了湘江，红军就会有灭顶之灾。所以三连现在的每一个人都是宝贝。这五个伤员不能再出任何问题了，一个出了问题，就意味着敌人少死了一个机枪手，少掏了一座碉堡。
一定要让他们抓紧时间恢复好伤，以最快的时间重返战场。二广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不可以放心地把我这五个宝贝交给你？连长，伤员有任何问题，我就从三连从你眼前滚蛋。哎，你们先休息一会儿，小刘侦察还没回来，我带他们去看看。哦，哎，那你休息啊。阿毛啊，到上面盯着点。好。怎么受的伤？托你们的福，还没死。要是上一次你们看中了西南边那块阵地的话，我们只有五个人，白骨子有十好几个呢。老邱，你什么眼神啊？十好几个，我瞎子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最少一个排。别逼我了，三连哪个不是一个打十个的？再说了，连长让你们叫支援，你们人呢？本来就行了，是我没本事。二光，过来一下。安民同志有伤了，就别跟他计较了。我知道。哎，最近这枪连的怎么样？一直在连。上次有些话没来得及跟你说，那就是子弹。子弹和枪一样啊，你要把它当兄弟看待。子弹头无坚不摧，能打到铁板，但也很脆弱，平时在地上掉了摔一下就会变形，上了战场就打不准了。告诉你秘诀，老神枪手打500米外的靶子，子弹都是用手填的。是怕上膛的时候伤了弹头？没错，子弹和枪和战友是一样的，上了战场是你最可以相信的朋友，记住，要真心待他们，关键时候他才能帮你。有白狗子！阿毛，怎么回事？有白狗子！那边有白狗子！你们看，我们去追白的，快走！走！走！阿毛，看你眼睛就往哪里撤呀、啊！得你慌什么？原路返回！哎，叫了起外号，打起仗来叫外号顺嘴。你说过一步一个坑，叫外号这是第一步，走！快！快！走！走！走！快跟上！快走！快走！站住！蹲下！蹲下！胡排长，胡排长，怎么就你自己啊？你的人呢？打散了，牺牲了几个。喂，怎么那么多白狗子？过这条道没问题吗？一个排的白狗子，搞侦察的，怕我们报信，一定会咬死我们的。排长。这样跑不是办法，赶紧把我们放下！放屁！你闭嘴！支战友就别说这种话。不，这是意外，不怪你们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别说那么多废话，赶紧进村，跑了跑不了，能拖多久拖多久，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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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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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管我了！快点！快点！哎呀，我说傻子，你捣什么乱呢？你看什么看？你又看不见。哎呀，看总比不看强吧。这鬼他娘的完蛋了！你说怎么这么背呀？护送的山猿也他娘能将白骨子咬死？哎呀，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？嘘，小心狗子，小心狗子！来来来，我说不要着急啊。你们赶紧商量商量啊，研究出一个战法来，迅速提高敌我交换比才对啊！二光，李班长，听我的，我们伤员留下来掩护，你们撤，要留也是我们留下来。混蛋！你他妈看看我的腿，我比谁都想走，可我能动吗？不行，就算我们死了，也不能让你们出事。哎呀，就是我们死了，他们也活不了。你真傻还假傻？你们不是又怕了吧？我他娘的都不知道怕个什么血！搁以前呢，比如一排白狗子，一营白狗子来了，我都能挡得住。
在。二哥，我跟你们说，自从从苏区出来，我们几个人打的子弹加在一块还不到十发呢，太长时间没面对这样的情况了，确实是有点紧张。哎呀，老叶，你抖什么抖啊？你看你怎么没抖？哎呀，你们看我的手就不抖。滚！二哥，要相信同志，他们不是怕白狗子，他们是怕自己的本事挡不住白狗子。妈的，跟他们拼了！能挡多久挡多久，能挡多少挡多少。走，给我出去！走，走，二哥。你们赶紧撤！要撤也是你们撤。二哥，没有人想死，是你们更有机会活。战友都牺牲了，我们活着有什么意义？换着战斗，换着继续打白狗子。战斗就在眼前，白狗就在眼前。二哥，我就赶紧告诉连长，他们白狗子就马上就要打过来了。这是敌人的侦察部队，打鼓的敌人肯定就在后面。白狗子这么猛这么凶，肯定会有大动作。把这情况赶紧告诉咱们的大部队，让大部队他们早做准备，避免更大的伤亡。明白了。好，让胡班长他们回去，我们留下来。不能走的都走，能走的都走。不行，二光，外面只是一个排的白狗子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个把情报带回去的机会。不行，二光，换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快撤！今天我们快扛不住了。二光，以后我没杀那个白狗子，都算你一份，都算你们一份。走，走，走！我们滚！钱了！哎，老总，二哥，快！妈的，白狗子放了，要咬死咱们呢！哎，我说，赶紧走吧！啊！哎哎，我跑不动了！跑不动也得跑，咱们的命是于寒冰用命换来的。你们撤，我掩护。快！二哥，确实也跑不快，你们撤，我来掩护。别说屁话了，快走！走走走，快点走，快走，快！哎，老兄，快了，快快快快！老兄，我中枪了！啊，快快，老兄中枪了！那就我回不去了。你少放屁，二哥，给他包扎一下。没事，队长，快上！冷静啊！来，快，老兄，来，我给你包一下。别动了，别动，二哥，你听我说，我救不了你大强了，你一定能救活大强，你笑的别动。还是那句话，枪是你吃饭的筷子，挖田的锄头，啊，更是你的兄弟，是你。家伙事儿，你记住，枪是人使唤的，枪法只是第一步。你眼睛能看多远，心就能装多远，枪就能打多远。哎，老邱，你别睡，你再跟我说点什么？说什
你再跟我说说打枪的事儿。枪的事儿都跟你说完了。老邱，你跟我说说，你什么时候当的红军？我是30年。老邱，你跟我说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叫娘们儿？我的名字叫邱小花，像个女人名，所以他们就都叫我娘们。你为什么叫邱小花？二哥，别问了，钱老，你就跟他们三个学吧。你教得了我？你教得了我？背呀，把你背回去。你记住，要相信同志。当初袁班长跟我说过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我班来。他跟我说，你身上有一股子气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二光，我回不去了，我就要死了，我背也要把你背回去。老邱，二光，教你打枪这么久，你叫我看看结果，打个白稿子，让我死去高兴高兴。好，你等着啊，你等着，不去睡，你等着啊。沉住气，有风正向西北。老邱死了，张元没了，我们就回来了。这就是你干他来我们干的事儿啊！啊，说话，说话，你怎么说话呀？说话，说话，你怎么说话？老爷，别打了，老爷，别打了，滚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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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话，你给我说话！别吵了。让我再看老邱一眼。傻子，傻子，你怎么了？傻子不傻了？啊，傻子，傻够了。傻了那么久，可惜老邱看不见了。老邱，老邱都看不见了。老邱，你看看你这个眼睛，看看傻子不傻了？老邱，老邱，你这个眼睛看看，老邱，你看看，老邱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！张二光，我就不该相信你。
一下子只给我丢了5个人，老子打一仗才是多少人？连长，这个事情不能怪二光，当时确实是事发突然啊，而且胡班长也说。胡班长，胡班长人呢？胡班长可能牺牲了。连长，我现在好了，我可以证明当时确实是突发事件。你好了，老屈死了！我宁愿你杀一辈子！连长，但是情况真的特别复杂，都把嘴给我闭上。 小二光，我真想把你身上这身军装给你扒下来。连长，我没完成任务，我负责。但是我想说，老邱牺牲的时候，见过战士。还有，我们确实碰到白匪了，他们有一个排，后边有多少人还不知道呢。你说的这个情况。 二连已经侦察到了，一个排后面整整是一个营。三连现在的任务，就是去吃掉这批白狗子。这么说，我们白回来报信啊？我还能跟老邱、于汉明死在一起？他娘的！报告，部队已经警告完毕，随时准备出发。 出发！是。张二光，你给我听着，鉴于你的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，根据军事条例，你必须去找上级、军法部门，听候裁决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，我也不知道，你自己去找。你走吧，离开三连。 二光，二光，二光，二光！哎，你站住！老邱没了，大家心里面都难受。目前的状况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研究研究。 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。手上有枪，身上穿着军装，能杀狗子，到哪都是红军。你干嘛去？送他们！二光，二光和我们一样，也是舍不得三连啊。到哪都是红军，身上穿着军装，杀狗子，到哪都是。 枪，身上穿着军装，能杀狗子；没有枪，身上穿着军装，能杀狗子；到哪都是红军。没有枪，身上穿着军装，能杀狗子；到哪都是红军。没有枪，身上穿着军装。哎哎哎哎，你疯了你！ 没疯，不能疯。蓝明也死了，老邱死了，蓝明也死了，胡班长也死了，还没报仇呢。不能疯。对对对对，我见一个狗子炸一个狗子，我手上那个枪，身上穿着军装，能杀狗子。疯了！疯了，总比傻强嘛。你瞪着我干什么呀？你这个蛇说的屁话有什么用？ 你该商量怎么办，老易，你说怎么办？我哪知道怎么办？在我，在球，哎，老易，算一枪！哎，真的疯了你们！哎，等我一下。
起来，起来呀！同志，谁？自己人，中央纵队直属团三连张二光。你是三连的？啊。三连不应该在这儿，三连不是去打阻击了吗？我们连是不在这儿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白狗子这下拼了血本了，一个营的白狗子吸引火力，一个营迂回报仇，是要彻底吃掉三连啊！先头的一个连离这儿不过20里，而且连夜赶路，越来越近。要是三连给他们咬住，前后两个营的白狗子围上来，只怕就晚了。你赶快去报信啊！来不及了，我的马死了，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我想办法拖住他们。你一个人？一个人，有的时候能做的事是你想不到的。你要相信同志，快去吧。哎，小子，真准备一个人去啊？我就知道你们会跟来。少废话，对方一个连的，我看你啊还是疯的。我不疯，你们能跟来吗？哎，二光，你不是说要给老邱报仇吗？对啊，我们军胜利就是为老邱报仇了。哎，你还真要去啊？这个事情好好研究研究嘞。对方是一个连来，别说一个连了，就是一个营一个团也得跟他们干。离开三连的时候我就想过了，一定要做一件事让自己满意。怎么让自己满意？就是满意的牺牲。从当红军那天开始，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会牺牲，可是没想到会这么快，我很满意。小子，知道我为什么对你那么凶吗？我是怕呀，怕你把我们忘了好久的东西再勾起来。也许啊，从来就没有忘记，只是我们自己把它藏起来了，而且还不敢承认它存在而已。那现在呢？能不能废话呀，开干。哎，这个你别拉我，我跟你说你别瞪着我。哎，傻子，你都突然不让我拉你了，还要走第一个，我确实不太适应啊。红瞎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不准叫我傻子，叫我外号，知道吗？好好好好，土豆土豆，行了吧，傻子。哎，这还差。哼。哎，傻子，二光也起个外号，老三连的人都有外号。好啊，二光二光，就叫秃子吧。哎，不错。我跟你说，这外号没有好。对，你看我长这么精神，还叫干的呢。你们看，这里，这边，啊，这，这里，对吧？啊，这，咱们要干就得好好干。我已经研究过了，有四个点是最佳的火力点，视野开阔，而且啊，便于我们撤退。记住啊，我们的任务是拖延，所以啊，千万不能够恋战，啊，一个点暴露了，马上换到下一个点，啊，而且其他人不要管，直到自己暴露了。如果我们能够活下来的话，就在这里集结，啊，你再看看啊，一个点、两个点、三个点，啊，依次往下推。阿光，你的枪法虽然比不上老三连的，但是也到了一定火候了。我把你安排在这个点，离敌人比较近。记住，千万千万不能够恋战啊！暴露之后，马上换到下一个点。嗯，明白了吧？如果我牺牲了，我的魂儿能算老三连的魂吗？算，当然算。行动，傻子。
没几个人。来，摸上去，把他给搞定，快上！阿光，阿光，撤撤！下一个集结点还有半里地呢，快走！你他娘的跑得快是吧？啊！老子都崩了你！来呀，来呀！你他娘的！长官，杀了可惜了。可惜个屁！他可是赤匪的神枪手啊！神枪手？神枪手是吧？拿着，手打开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别老实吧！你别！你看他那狼狈样，别他妈笑了。二光丢了，应该没事吧？那咱再等等啊！太他娘的恋战了，位置又被动。苏思锦啊，不是死了就是被抓了。为了拖住狗子，我看他那阵势啊，就没想突围出来。那不行，二光不丢下咱们，咱们也不丢下他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我这就找去。别捣乱了，你听我。大娘啊，放开我！哎，先看一下地形。
子，行不行啊？放心吧，曾经傻过，现在是这个。小心点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小心啊！认亲戚啊！快到，别他妈耽误老子领赏钱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，狗是匪！啊！老子已经狗是匪！老子跟你不共戴天！走！走！哎，干嘛？狗是匪！你看清楚老子啊！看清楚了啊！看清楚了啊！干嘛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就一个，抽根烟，抽根烟，对对对对对，兄弟，来蹭一口吧，你吃呗。站住！给土豆反击号！